想请问一下，当时航班运行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？在失事的时候，飞行员有没有和地面取得通信联络？谢谢。我们得到的信息显示，飞机在航路上的天气情况是正常的，而且空管部门也没有接到任何有危险天气的报告。关于您讲的通讯情况，那么机组与空管单位的这个通话记录显示，该机从自昆明起飞一直到突然下降高度，这个之前一直是正常的，保持着空中交通管制和机组之间的陆空通话。